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我是主持人王玲玲。每年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。重阳节与除夕、清明节、中元节合称为我国的四大传统祭祖节日。九九重阳当中的九在数字当中是最大的数，最为尊贵，又与长久的九同音，有长久长寿的含义。况且秋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。重阳佳节寓意深远，人们对此节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历代诗词当中有不少贺重阳的诗词佳作，如宋代词人李清照曾经写下“佳节又逢重阳，玉枕纱橱，半夜凉初透”的凄凉诗句。杜牧也曾经在诗词当中写到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”的旷达诗句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是唐代诗人王维在重阳节之日写下的，他又是如何将对家乡、对亲人的思念寄托于诗词之中的呢？王维是唐朝著名的诗人、画家，他从小便聪明过人，十五岁时去京城应试，由于他能写一首好诗，又工于书画，并且还有音乐天赋，所以一到京城便立即得到了京城王公贵族的青睐。王维少年时期便创作了不少优秀的诗篇，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就是王维十七岁时的作品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这首诗是诗人在重阳节期间因为思念家乡的亲人而创作的。题目中所写的山东并不是指现在我国的省份山东，而是因为王维家居蒲州，在华山之东，所以称故乡的兄弟为山东兄弟。在写这首诗的时候，王维正在长安谋取功名，当时的长安十分的繁华，年轻人对于繁华的长安无比的热爱，但是这里对于一个少年游子来说，毕竟是举目无亲的异乡，而越是繁华热闹，在茫茫人海中的游子就越显得孤寂无亲。这也是王维为何会作此诗的用意。这首抒情小诗写得非常朴素，但千百年来人们在做客他乡的情况下读这首诗，依然能够感受到诗中所蕴含的情感与力量。苏轼曾经说，为摩诘之诗，诗中有画，观摩诘之画，画中有诗。王维多才多艺，兼有诗人与画家的天赋，他用画意作诗，凭诗情绘画，使山水诗与山水画互为渗透，融而为一。但是和他后来的那些富于画意、构图设色非常讲究的山水诗不同，这首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却是十分朴素而又自然的。独在异乡为异客，诗词的第一句中用了一个独字，两个异字，这些单独的字都表达了诗人独自一人的孤独与对亲人的思念。异乡为异客，虽然都是说在他乡做客，但在这里使用了两个异字，却比一般的叙说他乡做客要强烈得多。由于不同地域之间的风土人情、语言、生活习惯差别较大，人们离开多年生活的故乡来到异地，都会感到陌生与不习惯，感到自己是漂浮在异地的一叶浮萍。异乡异客，正是质朴而真切地道出了这种感受。做客他乡者的思乡怀亲之情，在平日自然也是存在的，不过有时不一定是显露的，但一旦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，诗人的思乡情结就会很容易爆发出来。诗人在第二句中所写的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中的佳节，往往是家人团聚的日子。在这种团聚的日子，诗人一人独自在异乡，
自然而然地勾连起对家乡亲人的思念。诗中并没有直接表明佳节就是重阳节，而是通过登高、茱萸等一些节日特征来表达。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，到了唐代被正式定名为民间的节日，此后历朝历代延续至今。重阳又称踏秋，与三月初三日踏春一样，一般都是家族倾世而出，一起登高。也正是因为是一家人的集体活动，所以诗人在这一天会对自己的家乡与亲人更加的思念。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，金秋九月，天高气爽，这个季节登高远望，可以达到心旷神怡、健身祛病的目的。登高时佩戴茱萸囊，相传可以避灾。茱萸又名月娇，是一种有香气的植物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。诗人并没有在诗的后两句中直白地表达自己思念家乡亲人的情感，而是通过遥想远方的亲人登高时少一人的情景，来寄托自己的思念之情。最后一句遍插茱萸少一人，意思便是说，远在故乡的兄弟们今天登高的时候身上都佩戴了茱萸，却发现少了一位兄弟，而这个人就是自己。诗人似乎并不想诉说自己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处境，反而是在体贴亲人们由于自己未能团聚而感到了缺憾。这样的曲折有致、出乎常情的处理方式，更能体现出诗人的思乡之情。佳节往往是家人团聚的日子，也经常与对家乡风物的许多美好记忆连接在一起。就如王维所写一般，每逢佳节倍思亲，这种体验可以说人人都有。而如此朴素自然的表达，似乎更能表现出异客在异乡思念家乡亲人的真切情感。正因为如此，每逢佳节倍思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，至今仍广泛使用。好，观众朋友，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，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，参与实时互动。您可以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、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，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。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来选拔人才的制度，能够金榜题名是所有考生的追求。孟郊通过了三次进士科考，直到46岁才得以登进士及第。年近半百的他狂喜不已，随即留下了千古传颂的诗篇。敬请收看《文化大百科》，登科后。